我是 Elsa， 我是成都猎人队的附体选手。我觉得这里的比赛的话，我感觉对手更强吧，因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对手，而且他们的竞技水平和状态比较高，所以说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就是感觉个人实力变得更强了吧，和队友之间的默契感觉也提升了很多。And this guy's going to be the main damage dealer. He's profit most likely. He just two kills before going up in smoke, but that's fine. He did his job, and it looks like the Hunters actually have an opportunity here to flip the point early. Let's go. 在练习方面，我会看其他 OWL 选手的个人视角，来提升自己英雄的理解。然后我会打天梯，来提高自己英雄的强度。我就注意看换阵容。不是对我很好打，你没发现吗？对我很好打，压力给足一点。耶！今天这场比赛之所以会赢，是因为就昨天复盘的时候，把很多个人问题解决了，然后今天大家发挥都很棒，沟通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就赢了。这是我第一次来达拉斯，没想到达拉斯有这么多粉丝为我们加油，我们很开心，谢谢粉丝的支持。对后面的比赛的话，我们会争取拿下更多的胜利吧。Elsa 是不是什么英雄都会？应该是吧。Elsa 吃什么长大的？为什么这么可爱？吃米饭长大的。Elsa 在美国最喜欢吃什么？吃汉堡。Elsa 和谁是室友？和金木。阿蒙说你是队内最儒雅随和的，你怎么看？我感觉我自己是个正常人。Elsa 觉得自己和东东谁最可爱？我觉得我不可爱，但是东东经常放屁，所以我觉得他也不可爱。对于大家说 Elsa 像成都队队标有什么看法？没有看法。拿哪个英雄时候最快乐？帝王。想问 Elsa 最欣赏联盟哪位选手 ？Fury。想问一下 Elsa 自己的英雄池是打 OWL 之后拓展出来，还是原来就这么多？打 OWL 之后拓展出来的。Elsa 进季后赛可以挑黑影的舞。可以。Elsa 沙子究竟握不握得住？握不住。哪一场比赛最记忆深刻？今天这场。Elsa 看上去很老实，队内的人会欺负你吗？有的会。比如说谁？Q 啊，骚中，骚中。